1137天，4-5年了吧？怎么没有？我爱他，他也很爱我。爱情，现在更像是亲情了。又帅又体贴，对我还很有耐心，反正在我心里他最好。合适。一见钟情。那会儿刚和前女友分手，刚好需要他刚好出现了。他呀，平时连碗筷都不让我洗，做点家务都拦着，我朋友都特别羡慕我。家里的一切都是前任布置的，怕他毛手毛脚的，把我最后一点念想都给破坏了。那天我发烧了，迷迷糊糊的看到他在哭。说是觉得没有照顾好我，很自责。其实那天听说前任订婚了，嫁给了个富二代。我想通了，其实家里条件好，对我未来帮助很大。愿意不愿意？